今次一定搞掂，系啊，但系咧，系啊，系啊，对，收到，大佬，喂，诶，大佬，我系啊，佢一翻大佬揾紧女噶啦，如果咧佢咧一套钟，我即刻打俾你啊，大佬，冇问题，收到。 是你家吗？怎么迟啊你啊！我名叫了，这里啊，你以为这是什么？做 model？啊？你这路不好找，我迷路了。啊，不用啰嗦了，走了。哎，阿明和好多人都说你能帮人赚大钱，是真的吗？当然啦，你跟我学到的广东话，知不知道啊？你叫张张了，张张我的老板容易知道。去了去了，没时间了。 我能换个名字吗？换什么？如果你有赚大钱，你得听我的话，知不知道？不用啰嗦了。那你能教我广东话吗？有空就教了，好不好啊？现在没时间啊。我叫我打的，如果你在九龙了有啲咩事呢，就找我啦。我时间你都打个。啊，我还以为。 我还以为咱是老乡呢，听你说话特别亲切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拿了。大哥，我能借你手机用一下吗？这里是香港，时间就是工钱，你快点开工赚钱。要有日子你终于怎么样都可以。现在你先跟我回去，等会我再安排给你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你现在不相信我，你相信谁啊？ 对吗？走了。这位老美开个七旧水，搵 人, 人做咩？睇到啦，系嘛？七旧水。OK嘅，但系点啊？ 我屌你啊！而家几多点啊？捻嘢啊！想唔想接佢啊？你捻晒铺嘅咋？睇过，系啦，10个8个 OK 嘅。屌，咪大陆妹，睇下成死鱼咁啊！点做啊？你咪想试下啫。谢老美啊！咁捻嘢啫，而家。做咩啊你？点啊？做乜嘈捻救未啊？开工啦！啱啱搞掂我哋嚟噶啦。好，小爷，小爷，系。 开工啊，去去去，喂，女啊，啊行啦，开工，哎呀，啊，自己上去，等我等我，啊，哎，抽根烟吗？下次来香港就会适应一点，抽根烟吧。 顺便帮你拼一拼那股味儿。那个颜色蛮好看哦，送给你啊。哇！你想换客人哦？不是，我就想借你手机用一下。用来干嘛？打电话呗。光是打电话？ 到你了，开工了。让他先打个电话嘛。你叫着他吗？快点。我就在这儿。
去。来，脱下衣服，穿上去。这够多少钱？衬衫是帮你宣传的，如果老板看中你，你就有钱买点挂啦。穿上去。瞓好啲唔得啊！望镜头，唔好喐啊！笑，唔该笑。唔好捻玩咁捻多啦，屌！关唔关你事啊，仆街？拎完啦，388-488-588。嗯，廣東話、國語、英文，係男人揾到佢啊！七佬，開工。呢？迪士尼啊，24小时 on call 啊，小姐懂不懂啊？走吧，你还没开工，去找个地方落脚吧。你和他们一样住在这儿吗？这是开工的地方嘛，走吧。我们一会儿去的地方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电话？来来。达哥，你答应过要帮我，对不对？那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，我要去的地方到底有没有电话？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我会帮你安排，我会快帮你安排了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不是不是 ，OK， 不是骗你的 ，OK。丢！李老大，白人丑啊！这边啊，老人啊啊！行不行啊？哦，忍一忍。啊！啊！哦哦哦哦哦！啊！蛮厉害啊！我妈教的。什么？你还没加86啊？什么号啊？我帮你打。138-1136-0656。喂，是我。
喂，打不通，信号不好呀，我帮你再打了。喂，而家金彩虹啊，系收到，去开工吧，老板不等人了，做完我才帮你再打啦。刘，一十七号房，四百八十。
过支烟的好。事儿，就是想跟你说，我到香港了，一切顺利，别担心。吃了吃了，这儿小吃可好吃了，可漂亮了，全是霓虹灯，照得跟白天一样亮。要是你在这儿就好了，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香港人给小费给的可多了，他们都把我当妹妹照顾，我都已经开始赚钱了，难怪我就能往家里寄钱了，就是这签证时间太短了。姓南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睡吧，多吃点清淡点，多注意身体，咱三个月之后见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我挂了。喂，外机，一四七号房。收到。收到。Thank you.